人心量大一点，心要敞开，不要怨恨人，怨恨人怨恨事，心里不高兴，这影响就很大。人在最后一念关键，最后这一关不容易受，自己做不了主，这就要靠平素的素的修养。最后却是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那个时候最明显。平时没有放下，到走的时候再放下，绝对靠不住。平时要放下，养成习惯才有把握。这一念太重要了，有人这一最后一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有人到天道，有人又搞六道轮回，完全在最后一念。在最后一念想什么，平常要练的关系很大了，所以人要看破，就完全相信因果，一言一着都有前因后果，这是大事，不是小事。人要相信起恶扬善，他走得好啊，走的时候善心善念，善愿善念，没有怨恨，过不去的事过不去的人统统放下，有一桩就一桩麻烦，有两桩两桩麻烦，所以平常要练练自己做得了主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不怨人不恨人，练这功夫将来往生的时候安全保障，有一桩事情过不去往往就堕落了，那真可惜。同生极乐。